好的，记住了啊。我想要两顶帽子，才要做两顶。哎呦，两顶啊！我要做三顶，一顶给我妈，一顶给我爸爸。帽子。啊，帽子在这里。嗯、他这个就是染料了。自己打的。这个就是都是染料了，这些都是染料了，这个就是染缸嘛。这边是木的，这边是那个有对称的。用铅笔画在上面。Kitty 猫。我不会画 Hello Kitty。好难的感觉。你帮我画吗？Hello Kitty 啊，你想怎么画了？你帮我画 Hello Kitty。我也不画，更不会画了。你都比我还会画。这样我画蝴蝶结，我画蝴蝶结。你画 Hello Kitty 这样子的啊？我这样子怎么画？我要画蝴蝶结。为什么？我要画 Hello Kitty 带着蝴蝶结转的裙子在。干嘛？手拿着衣领。然后慢慢放下去，放下去。你带我去浴室呗。这个先弄吧。可以了，把衣服给你湿。等他十分钟，二十分钟。要让他那个染二十分钟，还有一件，这边还可以放一件。你这样。这能拿出来？这么看，我们拿出来是绿色的。它只是现在只是绿色而已。好难看呢，等会儿就绿色也好看。它但是一会氧化之后，它不是绿色的。哦。衣架，二楼的衣架。哦，三五，往下五的。啊。中了六嘛。就随便弄湿一下，对吧？对。动。我的给我的。等一下还要洗，这谁的？哦，颜色还会再变。它不会变颜色的。我不会再淡了。它放时间长，它会淡。嗯。它干了之后会淡。嗯。这边脸盆会不会大一点？